老婆，他就是我的小野人，谁来了？很辛苦啦，以前啊，这个Kid 都是他比较辛苦一点，比较没有人照顾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野生动物只有 Rita 养得起，哎，真的，好，养得真好。到了，到了，他们在后面，这里即将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情。哎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健哥太快了，太快了吧！我们这里合照一下，这里合照一下。健哥，让给我们三十秒。怎么样？腰太酸，腰太酸了。哦，你们看这个，这一个有没有？啊，有，我有看节目。对，你们两个来看一下，就这一个。啊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。这里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整个全台湾到处这样绕。哦，去过非常多的地方。我们前面几季啊，我们是做了一个能留住一些地标。嗯，对。哦，所以这个其实环岛蛮有意义的。哎，就是因为我们前面三季就是在各个点做装置艺术，然后这个我们得把它串起来。嗯，然后那个在这个八年里面啊 ，Kid 的艺能事业一路歌扶摇而直上，对，成绩越来越好。谢谢谢谢。哎。哎，等一下，观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啊，你帮我们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，介绍。这是爸爸嘛？哎呀，爸爸啦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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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家妈妈，妈妈，哎，妈妈，他妈妈，也是我妈妈，对，妈妈的爸爸，也是我爸爸。哎呦，太温暖，老婆，他就是我的小野人，谁来了？很辛苦啦，以前啊，这个Kid 都是他比较辛苦一点，比较没有人照顾。对不对？啊，这种野生动物只有 Rita 养得起。哎，真的，好，养得真好。哎，养得真好。我跟很久哎。很久啊。跟很久。是啊，很久。他跟我们。你们跟我说。对。这干嘛搞成这样子啦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坐，你坐一下，接啊，接啊，接。哎呦。其实刚刚看到是有点感动，然后没想到那个我的那个丈人，老丈人。对对对，岳父岳母，就也特地过来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蛮幸福的，因为就是人家都很在意，比如说自己的爸妈或者是岳父岳母好不好，我的是最好的这样。哦，对，差不多很爱我。今天没拜，这边哈绩优股，刚看了一下哈，那个 Kid 的爸爸跟妈妈一看就知道。也都非常善良，多益人啦，没有他自己讲的，没有自己讲。哎，奥利桑，多益我共得啊，多益我共得啊。我听你讲，讲我干不老实。哦，啊，然后呢 ，Kid 爸爸啊，刚其实眼眶里面都泛着泪光，看着儿子有成就，对不对？努力有成绩啦。谢谢我很大，对，我以为宪哥生日是一件很屌事，没有啦，我们没想到我们到花莲，你们送给我的礼物才是真正的。Intoxicated by your side, nothing in the world gonna be this high. I've been searching. 花莲清风隧道站。耶！对啊，今天还有很棒的恳亲会。对，其实我心里面都在压抑着，嗯，对不对？你像人生就是要多珍惜，观众朋友也一样，在生哦，对起大人看又好，孝顺，爱要及时 ，Kid 也是蛮孝顺的，对，我们刚刚是心里面很感动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突然间觉得，哎，怎么多了这些家人？我吓一跳，丢啊！而且。就是都对我很好，八周年有你们真好，对对对对，谢谢你们，很荣幸，谢谢，加油。